太不专业了吧？我们这次都还没有跳呀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打你。我看起来对你有敌意吗？来决定。还是越好哈。哎，他会不会是你们公司的高层什么的？对不起啊，兄弟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关晓雯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。整片即将开始喽。搞错了，他错我就跟着错，跳的最错哎。我原本要唱对，他唱错，我就赶快跟他。哪有？黄小爱很会找机会偷懒的，他一看标头不对就不跳了。你看有错我就节省体力。快说可以动大力一点哦。好，这样很好。哇，你们这次很整齐。对呢，你们真的吗？他被你说嘴啊。布丁很会跳哎，他把那个大宝格跳得像马屁哎。宝宝很好哦，可以再摸一点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想跳错，我的小孩居然跳错。我昨天说我刚也跳错了。你知道怎么发现吗？因为我一跳，他就尖叫。不要，我想说先赶快断掉，不要浪费体力了。我一开始就是做错的。宝宝很好哦。很整齐吗，小姐？没有错，但是你最后一个慢半拍。赶快把他开除，这个人一直找我麻烦。他只看我，我有发现。没有，真的慢半拍啊！因为我跳到一半都看到他眼睛在看。你不能拍他，被他盯上。他再次的攻略。我没有。来再一次，因为黄小爱慢半拍了。你们都是那个随时打出那边，对，就是那边的那个，就那个，这个很难对耶，那个 Nike 老师变太难了，对啊， Nike 老师变太难了。就是有啊，就是有，就是有，就是有。You wanna break my song？ 万曲风云。那就哒哒哒哒，然后接着歌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。跳错而已，他只看我，他没有发现。没有，因为你真的有一个地方。我要求他清场。这个他没有叉腰。他给我感到很多压力。有叉腰吗？我没有。是不是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后跟你工作不要看到他。他笑到哭哎，好累哦。这个拍就是要随性。要一点不完美才会。对，他就是想要当侧拍的主角，因为他就是想要捕捉所有漏网花絮。等下最后是我打成真的乱拍。成真不要讲话。他刚刚说成真不要讲话。不要，要居然不理干嘛过来？原来要换位置，不用这。我干嘛靠你这么近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让我鱼爆吗？他怎么没有人过来呢？陈真，谁跳错啊？是谁？他走得很好啊。
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跳错了。快点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。压力好大，现在可以讲这种话了。因为我练到，我已经练好了，我练好了，还有人会不会跳？没有人可以看啊。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过去，我怕被骂。为什么？我很怕被，因为他就是我不是我人很好的，我很少讨厌人。然后这，好好，这次滑雪你我会拍你打他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请问他现在练他个人舞蹈吗？因为我们这边 MV 其实没有这个段。他在练他个人舞蹈，他太不专业了吧？在你的工作场合，然后练别的舞。我们这次都还没有跳呀。等一下，你要教教，对啊，要纠正我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打你。莫花絮。你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他经常转这么超近的，你转那么近啊？他刚转三圈，他转不完。是让你累到了吗？在抱怨吗？没有。问一下，你刚刚在跳什么？哦、我刚刚都没看。我最近在学少女时代的舞啦。看来等下乖乖的舞都不会跳过了。好，猛烈。累了吗？不会啊，可以再跳一百遍。真的吗？会跳过吗？对。你准备要打卡？等一下，等他等一收工，这个就直接给你砸过去。我先离远一点。你是怕太接近我是不是？我怕太接近会被你打。我看起来对你有敌意吗？来前进，你们两个先聊起来，好了。而且以后再拍一次我就生气，谁拍一次我会帮你拍一中他。好害怕。这是哪一个的舞？我乱跳的。刚那个都可以了，没有跳跳跳嘛，你不要拍我小孩。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他要跳舞啊！他跳舞了，你又出现了。还是你就直接入镜好了，站前面一点，瑕疵比较可以抓大一点。我在说小爱的这个差两公分，小爱的手没有转圈圈。走开！我就站这么近。好啊，我要跳超久，这两个小时看有几。我们现在讲到人很好，在教他，我们俩不会教。反正你俩快不到。啊，这超时啊！你就是故事错解。我没差啊，那你拼到明天早上。地方哎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提醒他，我要被骂哎。太恐怖了吧！哎，超时的钱，超时太恐怖啊！哎，他回避一次，我就跳好了。瑕疵吗？好棒哦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帮他放一下歌，谢谢。音乐了，对对对，你上次回去有练吧？还是整天都在盯黄小爱，他到底有没有把我跳完呢？跳对才可以休息。来喽！
好烂呐、啊！掉错了，掉错了，回去没练，回去没练。你更没有资格说别人。对不起。去练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拔头发。严格。哎，他会不会是你们公司的高层什么的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可怕！知道为什么被业界封杀了吧？就是这么凶。那你家跳的怎么样？很烂。比他好吧，比他好吧， no. 有一点律动吧。有哎、欸。我最感动的是你一口答应。对啊，因为我不难装的啊。对啊。所以我就有点小生气，所以就一直骂你的工作而已。想进了这个，对对对。